协助关怀。阳光的笑容，救人无数。他是林雅分队消防员施百川。每张照片都记录着他热爱工作的情况，只是两年前被验出鼻咽癌第四期，敌不过病魔，永远离开了。那即便是在生病的期间，也是常常回来在关心分队的业务哈。啊，即便到最后一刻，还是心系着整个分队。作战的队友陪他走完最后一程。但放不下的是他最爱的家人，放不心不下的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孩子，对，那这个部分就是未来我要为他去完成的，孩子的学业要照顾，爸爸妈妈要照顾。由于百川在抗癌期间花光积蓄，留下年迈父母和妻小，慈济志工也介入关怀。因为他本身经济状况不是非常的富裕，那还有爸爸妈妈，那所以我们就提报了这个个案。那也将个案呢开案发案到社区，同事们慷慨解囊，慈济志工也把爱及时送出，伴他们渡过难关。大爱新闻，今天陈立伟。